大家早早今天又是 Get-Connected Session 啊、so, 今天我们只讲 Simple Topic、啊、Internship in KTP or THK OK, so、我这边有四个高材生、啊、先讲一下俊男介绍一下俊男、哦、大家好我是 Richard 英文名柯永康华文名曲永康然后我是读 Utah Sumailong 的现在应该是 year 3 sem 3哦然后这次 intern 做完了讲慢一点可以吗可以还有一年半要读、哦、读什么Bachelor in Accounting 哦 Bachelor in Accounting 好 so 佩嘉是 THK 的是吧 yeah, 对我们的秘书跟 Accounting Department 的、啊、Company OK 佩嘉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我姓李名佩嘉在 MDS College 读 Diploma in Accounting刚实习在哪里在 Iskandar Putri 是马来西亚还是新加坡的分行哦新加坡的分行来的、yeah. 哦我、哦哦、不好意思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讲 MS 什么 MDIS MDIS full name 不同不同 OK OK so 我们这边有一个凯欣来、嗯、来凯欣到你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欣啊所以我是来凯欣不好意思麦对住你的嘴巴 OK 可以、我是凯欣然后我是来自 Utah 金宝的然后我现在已经是 year 3 student 了然后我现在在 KTP 做audience desk 的 intern 哦 OK 你们都没有讲到你们在那边做几久啊嗯我是从六月开始做的然后会做到十一月尾这样是大概五个月啊嗯，对，五个月多，没有满六个月。我八月十六开始做，做到十一月二十五，之后再继续 continue 到六月三十。你呀？我从六月一号开始做，然后做到十一月二十五啊。我是从五月。对不对？你要介绍你自己，我们都不认识你自己，我们都不认识你。我的名字是 KY， 然后现在在 Multimedia 的。欢迎欢迎。哦，佳燕，然后在马六甲读 Accounting。Accounting 什么 ？Bachelor of Accounting。Bachelor of Accounting 啦。嗯。OK。So 啊，不好意思，你们读完之后有打算读 MICBA 或者 ACCA 或者是 Australia CBA 吗？来，你开始啦，反正你。应该会吧。应该会是哪一个 ？ACCA 吧。ACCA。一样也是 ACCA。OK， 怎么要读 ACCA？ 因为这个比较 popular 一点嘛，因为通常人家讲的话，第一个讲的就是 ACCA 这样。是吗？嗯。Utah 不 popular 吗 ？Utah 也是很 popular 吗？那 professional set 嘛，不一样。Richard， 是因为他我也是会拿 ACCA 啊，因为我读完了，他就 exam 到剩下四张哦，然后就是把剩下四张读完就可以了。嗯。你啊，你也是 exam 多少张？嗯，一样的。哎、我可能也是一样，九张 exam， 拿四张。哦，你们很好命啊！来来，佩嘉，佩嘉也打算？暂时不会。暂时啊，先玩住先啊。对。享受一下人生啊，好吧。OK OK， 所以我来到正题了，来大家都认识啊。OK， 当然我不用介绍我自己了啊，我是 Mr. Koh 啊，姓徐的啊，我是这边的掌门人了啊。当然啊。当然 KTP 是做 audit and tax 的、THK 可能你们还不懂了 THK 是负责、secretary account 是由我另外一个股东负责的、啊、OK so B 先谈了现实一点了怎么会选我们这间公司、啊、做 intern 靠近你家靠近你家这是一定的一定是靠近你家每个人选都是靠近你家然后我朋友他之前也是在这 intern 是吗、啊然后就介绍我，哦、真的叫名字啊？谁？你们有没有？啊？我一时想不起来名字，鼓励。啊？就是我们学校的 junior。senior。嗯。哦，他也鼓励你那边的。啊。怎么？他讲什么？他也讲我们坏话。但是没有啦，如果讲坏话的话，会来啊。要靠近一下，你住哪里？等下等不到。等下就帮哦。可是其实我是斯卡马人啊。哦。嗯。So， 等下就帮那边也是很多会计楼啊。不懂耶，我就随便投了一间，就是一间，然后就中了，然后就来了。
像命我们是有缘分，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地利人和，来。所以一开始也是因为看到第一次是蛮靠近的，因为我是住在舍利阿拉嘛，来自于舍利阿拉，那边很远一下啊，那没有很远，马上也是有会计楼啊，Austin 也是会计楼啊，但是 more prefer 这一 side 的咯，就是从 Burma 一直到这边 ，Burma 也是有会计楼啊，对，有，但是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看到因为会有去做 research 的嘛，就是会、哦、你们做 intern 还要做 research 吗？就是去看一下 Facebook 啊，还是那种什么啊。就是会去看一下咯，然后就有看到 KTP Lifestyle 里面就有一开始第一个看到就是有一个是 from Utah 的 Senior， 就看他写的 story 就诶谁哦，又是谁哦，蔡威，蔡威又是谁，对，那个新加坡吗，啊在 Aston 啊啊，在 Aston 啊，就是第一个一进去就看到他的 story 哦，就觉得诶刚好是同乡哦，有啦，同个学校 OK， 所以就有兴趣来自由就直接投了咯。嗯 ，Richard， 我是，你住哪里先？你住哪里？我住城门浪，城门浪，我那边也是有会计楼啊，那边。没有，本来是要在 KL 找的，可是我想要六点半起来，很累，然后我就跑回来之后说，哦，这边可以睡到八点啊。睡到七点半哦。七点半跟六点半相差一个小时。可是要等地铁就差很远了。这边不用等，这边要驾车来了。八点半，所以基本上要靠近你家。我住 JJ， 中华甲业。中华甲业也是有会计楼，蛮多会计楼啊。有没有。你真每次仔细去。查嘛的，没有，是有一个 list， 老师 list 很多间公司给我，那我就选了一个最靠近家里的。家。所以基本上你们选到 KTP 或 THK 都是靠近我家 locality，对吗？对。说不好意思，再冒昧问一下，假如我的 KTP office 在九号八路 town 的话，你们应该不选我。对。是一定要考虑距离的问题，或者太远就不会了。可是如果真的是很好，就会想一下。没有，不会，对，不会。原来，现在年轻人找工作，靠近我家是最重要的，是吧？最重要的，对吧？最重要的。OK， 所以你们也做了若干。几个月了吧？说讲一下你们的心声好不好？啊，辛苦的心声啊，快乐的心声。先讲辛苦先啦，先苦后乐嘛。对。先讲辛苦先，什么辛苦？就是开始的时候进来什么都不会哦，然后一直要问，感觉又很害羞又不好意思，感觉问了好像觉得自己好像傻仔啊。那是你们 orientation 有不是看到 video 的吗？可是 video 讲跟人家嘴巴讲出来是不一样的东西啊。所以你们还是要 prefer face to face interaction。是啊，明白。你啊？如果是我的话，因为我有时候要打电话给那种 client， 然后有时候问我问题，我又回答不到，我就会感觉哦，过后我再跟你讲，然后我就跑去问人家。哦，哇，你是大学生呢。可是有些问题我没有实际的经验。是吗？比如，我想想，比如，那我为什么要来 stop take 这样子？哦，就那你们在大学也是有读过的，就不要 stop take 哦，现在我是会回答了，一开始的话我就有点应不出哦。哦，你啊？应该是因为一开始进来的时候，那时候是六月这样嘛，就已经是开始 peak 了哦，所以那时候就是全部人都很忙，然后就没有人可以去教你，所以你就要自己去看 video 这样子。啊，然后。有时候就会有，一定会有做错东西，因为有时候 video 是没有，很 detail 啊，所以有时候就人家来跟你讲，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要这样子做这样子，所以就会有时候会做错很多东西啊，但是讲的时候就当然是不会再 repeat 同一个错误了哦，可以这样。辛苦是还好，只是有时候会有点压力，就是不懂去怎样去分那个 account， 因为他们很多类型，每个公司的做法又有一些不一样。就是靠你的 judgment 啊， yeah. 对吗？啊，没有一个 template 的嘛， yeah. 对吗？还有什么辛苦吗？
有啦，就做那个 store room 那边，我看到里面有衣服啊，记得记得吗 ？store room 啊，全部烟。哎，讲一下那 store room 的故事。哦，就是看到那种很多零多年的东西没有丢哦，就很疑惑啊，这么这样久的东西哦，不是讲收七年就可以哦？收最后有丢啊？不是？还没有吧？已经装箱，只是装箱子哦。对，要找一个地方烧掉或者埋掉了，对吧？啊，我是蛮痛苦啊，对吧？啊，哎，那个好玩吗？那个收 store room 的？嗯，其实是。也不是讲特别好玩啊，但是就是有点辛苦，是因为那个灰尘很容易，就算戴着口罩也是很容易飞进去，所以一直会一边打喷嚏一边做咯。但是，收拾完了之后看到整整齐齐这样哦，就是蛮好的啦。成就感哦，我上去我也是看到一个成就感，对，我想开一个 party 在那边。你看，就一样。哎，拿麦，就是手脚那些会比较肮脏啊，比起平时，可是就。幸好可以给我们穿那种便服啊，过后就换衣服就 OK 哦，就洗干净。你还有什么辛苦事要分享一下？有人欺负你吗？没有。有人打你？全部人都很好。有人打你吗？没有啦。来了，讲一下辛苦的东西，讲一下最回味的东西是什么吧？啊，讲一下。是我肯定是 company trip 哦。就没有想到 intern 可以参加这样子嘛，然后就很好玩哦，然后。就更加认识每个人啊，因为工作的时候是一面嘛，然后玩的时候又另外一面这样子。回来没有中 COVID 哦？没有。你啊？最开心的应该是那时候那个 Bukit Baduga 叫那个 hiking 哦，因为那个真的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爬山，所以那个叫山呢？就也不是山啊，它是第一次走那种地方哦。那个叫山。哎，有嘞，有斜地方，又要踩下去，又要爬高高这样。那个叫丘哎。谁？啊。然后就。哇，我肯定就是羽球赛跟足球赛哦，那个惨烈的战绩。那也惨烈，羽球赛我们还拿第三名哎。他们带我飞啊！就是我一直在坑他们。哇，没有了啊，好玩吗？是很好玩啊，就懂那种团队合作，可是我还是一样烂的。哦，对啊，改就把身体练好，那像小只是我不擅长球类吧？你擅长什么？我就是那种不用动球，我就还好哦。擅长什么？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我以前就，我觉得我跑步还行哦，真的跑步还行。可是我现在偷懒了，退步了，我就不知道了。上那次我们去跑步，你跟我吗？没有啊，刚刚好那一天我跟我妈去做 call。OK， 你？G16 event， Malaysia Day。什么 event？ 不好意思，我们 THK 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 event， 大多数。然后那个 event 是 Malaysia Day。也是 Malaysia Day， 就是给我们认识 Malaysia Day 是怎样来的，跟那些三大种族的游戏啊什么一些。哦，讲一下，我很想听啊。因为不好意思，因为 THK 的活动有时候我们 KTP 很少参与嘛。啊，因为那天的活动我们有采那种国旗啊，全部 Malaysia 的国旗，然后有华人的回春、马来人的崇嘎跟印度的那种海纳画手纹。然后全部人第一次就是玩到工作都放工了都没有想要回的意思，第一次就是玩到这样开心啊！我们应该主办这种活动，可以吗？一定会参加。我们上个礼拜也是有一个活动是 Halloween 的，有，我已经强迫他们一定要参加，已经填谷歌疯了，已经是恐包生意讲一定要参加了，因为之前我们不参与是因为。pandemic COVID， 所以我们 try to 不要大家一起乱买啊彩啊，说好像我们 local trip 回来就四个人中 COVID 啊，我们就有点怕，对。所以这次反正 pandemic 也完了，大选也来了啊，对吗？要死大家一起死，所以就我们大家一起活动了，好不好？好。以前我们都是一起活动，一起吃饭，一起搞活动。来，还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来，我们讲回你，有什么开心？每天都很开心啊，其实那些同事都这样好，所以每天都 OK 啊。什么？真的？没人欺负你？有啦。啊？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人欺负。没事啊，没事。我吃午餐哦，每天午餐。
午餐每天都想到你在想要吃什么啊，对吗？啊，吃来吃去又不能吃什么啊，对吗？是 你吃来吃去还这样瘦啊？没有，我真的不可以再吃哦。不能再吃。天蝎，我懂你们每次都有时不时都在这边煮饭的是吧？没有啊，没有，我们都是叫外卖或者自己带食物来。哦，呀、yeah. 欸，什么开心的事情啊？工作啊，工作有什么开心啊？就像他讲的，每天都很开心啊。可是最开心就是那一个、哦嗯，最开心这个嘛，就那个。这样我要去看一下916活动，916我们没做活动了。没有，没有，没有，我们那时在赶工上。嗯，好像 KTP 每天无时无刻的在赶工，对吧？啊，你啊，最开心？嗯，还有开心，要讲特别开心的话，应该是。那时候去哦，我们公司也是有每次有那种活动嘛，有时候在星期四，有时候在星期五这样。有我们也是有办过很多，像是那时候穿那个20岁什么不要再穿年轻了啊什么哦，然后全部人就啊穿到好像你穿到真的是那个是你妈妈的衣服、啊，是那个是我的衣服。是，我就很好奇，我问你，你会讲你自己衣服，就你穿到这样，买到这样，不好意思啊。就照片看着。是有点的噻，我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可能有年龄上的沟通啊，代沟这样子，对对对，我还没有 post 那个 video，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好好 ，so 啊，讲一下工作 ，so 啊工作啊，有学到什么东西吗？来。就像我讲的，就其实就最主要最进步的是 communication 方面，因为之前我则是比较内向一点，然后打电话只是很怕那种，可是现在就很自然，然后就打电话问这样子，所以这是最明显的进步啊。有给 customer 骂过吗？有，那种很奇怪，他会骗人的，他讲这个星期会拿来，然后过后下个月他都还没有来。就你看我要人与人之间就是基本上要对吗？你们学在大学。我每次跟你说不是单单的 technical knowledge 嘛，你还要面对人嘛，怎样跟人沟通，怎样传达指令，对吗？怎样说服那个人啊？这对吧？啊，说很开心啊，最主要你学到怎样跟人沟通的，嗯，对吧？啊，对对，嗯 ，maybe 改次可以又骗到一个男朋友啊。来，你先。哇，我就因为他们一直给我做 planning 啊 ，audit planning， 对，我就懂 audit planning 它的真那种 purpose 是什么。嗯，我是觉得、planning 最主要还是要 minimize 你的那个 audit risk，然后让你的那个 person in charge 懂他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做，然后就可以节省时间哦。像我相信你读过 ISA 啊，什么号码？4315还是什么？三，我太懂了。我来，你告诉我啊，你是，没有315是没听人听的。记得，因为上个线才读过。你要读的吗？对吗？啊，对啊，上个线才读过。所以读过 ISQC 吗？有。哎啊，可是忘记了啊。我只记得四个号码在后面了，全部给老师啊，对啊。你啊？会慢慢懂怎样去做 full set account 啊，因为之前可能就是每在大学是做练习，做那个 topic 就没有在做了，然后到了这边就是做了再做，就是会更加熟悉怎样去做。就大学可能就是问题了，对吗？一个问题你怎样解决那个问题？所以来到工作的话，你一手包办了，对吗？可能讲报你也要包办法令了，找法令了。有时候会去做。对，说、一手包办，说、做好靠，当然不是一帆风顺嘛。很多时候你还是有些文件不齐，有些你不懂是什么来的，糊涂账，所以你也是要一样。也是要问 customer， 说 customer 的、配合是很重要，是吧？对吧？有时 customer 是很牛魔王啊，我不敢讲。
有些是名模，有些是比较野蛮一下，对吗？有些他们很棒啊，对吗？嗯，所以是对你们是一个挑战了，嗯，对吧？来，你、啊、学到什么东西呀、啊？其实学到很多，就真的有，因为我们是做 audience text 的嘛，所以一开始读书的时候是只是每次背 theory 这样，都是没有 apply 过。看不出啊，我每次问你东西，你都只回答不到我 theory 啊。就是读了，但是因为没有应用到嘛，所以就是记不住啦，真的。所以现在就来自于 intern 了中嘛，就知道哦，这原来是要用在这里，这是用在这里，所以可能剩下最后一个 sem 回去读的话，可以冲一下这样子哦，学到的东西，对。可以拿更高分的，希望 first honor 的 first honor， 会啊会的 first honor。嗯。应该还可以啦，勉勉强强哦。勉勉强强的、嗯，因为已经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了嘛。没有没有，看 practical experience，、嗯、你们 internship、嗯、会帮忙到你们学业，所以我所讲的就是会冲你、嗯，就是基本上可以你拿到啊，还有什么 first class 嘛、啊，会帮忙。嗯 ，practical experience。是会的，因为你来做工了之后，你就会知道哦，其实这些东西是你每次觉得哦，应该不用读吧，是没有用到。但是其实你来要做工之后，你就知道哦，这东西其实是需要用到，怎样用，用在哪里这样。所以你回去，如果你 intern 完了，然后你再回去上课的话，可能就会知道你自己需要读的，自己知道的是什么，也没有讲不用不知道的是什么啦，就你有自己的方向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帮得到自己的、yeah. 差不多，因为的确啦，我每次我看那个题目，然后我又不懂它用在哪里，那么一个这样的长长整排文字我就看了哦，讲真的我会想睡觉啊，这样做了我就懂，哎呀原来是这样子的东西，就不需要这样长篇大论了，找重点了啊，对啊、嗯，所以每次我跟人家跟我讲话，就要讲重点啊，对吗？不要讲故事啊，对吗？我也是忙的人，你也是忙的人啊，对吗？嗯。你啊，什么分享吗？肯定。靠近吗？一灯的话 ，sorry， 肯定是会有帮助啊。就你像 quiz of the day 那些这样子。quiz of the day 你答到很好吗？没有答很好，就知道答案哦。就是知道，因为看别人的 LinkedIn 他没有写出来嘛，就可以去读，然后就哦知道。quiz of the day 是一个很好啊。在这边，我相信很多时候你们要自己找答案的。对。对啊，所以我是不给你答案的啦。我相信我每一次跟你一样，也不会给你答案的啦。我们呢，就带我们去一个，可是你要自己找答案这样子。找到答案，你来自己做决定啊，做决策啊。所以这边不一样的地方了，对吗？所以。将来你们也要这样子的嘛，所以虽然我们是表演一点的，但将来社会应该是这样子嘛，啊，不是什么都是要靠你 manager 啊，你 AM 啊，告诉你怎样走嘛那条路，是吧？华人就讲一句话，我们华人也讲的，教你什么打鱼，什么捕鱼，那个什么，那个讲讲。就是要给你鱼呀、啊，教你捕鱼的方式啊，真的啊。Quiz of the day 是，当然刚开始你们还不错了，讲真的还不错了。最少你可以 quote 你 company act section 那个什么，哇，最少了，最少你从 Google search， 我觉得还蛮了不起的了、嗯，对吧？啊，当然 practical wise、嗯。啊，等 Kelvin 会做出了一个 depth answer 给你了。哦，是 Kelvin、啊。对对对。啊，最少你可以跟我讲 ，public learning， 2019，那个 basis period 是吧？哎，那个啊，很多东西嘛，对吧？啊，最少啊啊，像啊说，佩佳有什么？有什么？学到什么吗？就需要 accounting 东西吗？accounting。如果 accounting， say accounting standard， 像 accounting for leasing 啊 ，HP 啊，会用到吗？这个还没有用到，还没有接触到这些东西。没有接触。嗯，好。我希望
改成你们的学以致用啊，懂啊？啊，可以。要什么都是靠有 manager 啊，你的 AM 啊，你的 senior 啊，或者看我 last year working paper 啊，这样。不好意思，我们很少接触了，因为基本上我也是忙的人嘛，啊，对吗？What's your future plan？ 因为讲到刚才那个讲会帮到你的 first degree 了，录完了这个 video 给你的教授看一下，一定会有打分的，相信我，我是过来的，因为我几个 intern， 我叫他们 share 那个 YouTube video 给他们的lecturers。他们都非常 impressive。你的 lecturer 想知道你在那边混什么吗？对吗？啊？对。对吗？不是每次打杂那些东西吗？对吗？OK。你们记得分享给你的 lecturers。OK。So， 将来 ，tell me your plan， future career plan。我的 plan 啊，我的 plan 现在是先回去。做完了，然后回去前读完书，然后毕业了，然后再读 ACC， 然后出来做了三四年这样子，然后就去创业哦。创业？三十岁现在。你？就继续从事这个行业哦。暂时不会去读书。暂时不会去。我应该是会继续 audit 这一行了，因为自己本身就是因为有兴趣，所以才来KTP 这边 intern 的嘛，所以是很辛苦吗？是很辛苦真的，但是还是真的对他的兴趣比较大，比起 account 跟 tax 来讲啊，就 tax 比较好玩吗？也没有啊。就也是一样哦，就读完书先呢，一边考试，也就一边拿那种 professional exam， 一边读做工那种。哦，半工半读很辛苦的哦。没有钱更辛苦。没有钱更辛苦啊！半工半读很辛苦的哦，要很大 discipline 哎。是。对吧？啊，下了班之后就要读书哎。对吧？年轻的时候辛苦一点哦。年轻的时候辛苦一点。我肯定是读完才出来做的，我没有那个 discipline 的，我真的做不到了。So challenge， 讲一下你们的challenge， 面对过 what's the most challenge experience in KTP， 讲了开心的东西，要讲一些伤心的东西。讲一下。就是有时候他们开源不一的那种美术 account 就看起来很乱哦，他的那个全部东西进去一边，然后我要跟他分开一下 account description 啊，他的 description， 然后他的 general expense 就是 laptop 来的啊，对呀 ，rubbish account 就全部留在那边了，对呀、啊，他就看我全部放在一起哦，全部都一定要分出来吗？那种 loan 啊，不是要分。current liability 一年报嘛，然后其他的要放在 NCL 嘛，他又全部跟他又归为一起。我相信没有一个 customer 会这样子帮你分。啊是啊，我是讲他们不会分的啊，我知道。是吧？这个是要我们自己分的。就不会分 account， 然后还有就是自己定个 task， 每天都要去看自己做得完。工作啊，是吧？工作做得完吗？这边？做得完吧，就要。challenge 就 time management 咯，就你真的是会分配时间。哇，还不错啊，对吧？time management 咯，哦哟，这样尴尬哎。来，到你看。应该就是，有什么 challenge？、啊、可能就是好像要去做那种。比较难，比较好像挑战性啊，对，挑战性的东西啊，然后自己的 knowledge 又不是很够，然后又记不住那些啊，就每次要去问那些 senior， 要去打扰到他们这样子，挫折感就很重的。对，告诉你，你不行，不可能有人会在那个年纪跑步啊，一年的，记久了，所以你还是作为同样的点人懂的东西，人的成长是要跳出那个 comfort zone。
常不尊重你面对你 peer 的时候，对吗？所以你要做你不尊重、不熟的东西，不认识的东西，你才会成长，明白吗？这是我对你们年轻人的advice 还有什么 challenge？ 来，等一下还有什么 challenge？就刚开始来啊，我怕我就跟其他人关系不好哦。这个是你的问题啊，就是你的人际关系啊，是你的问题还是他们的问题？哎呀，通常应该是自己的问题哦。不过我没遇到这个问题啊。你呀，还有什么？想到什么？没有啦，说发说不来，就是看老板有骂，老板有也给老板骂过吗？他说这种话不讲。你呀？目前的 challenge 应该就是明天在等那个 quiz of the day， 早上起来哦，看到 WhatsApp， 哦，就要快点去想一下那个。对啊，一个磨练嘛。对对对。是一个磨练的，就我不喜欢，我每次跟你们讲，你是来学东西。嗯，对。对吗？所以你一定要跳出那框框。是。当然。你们可以成长 from on the job training， 做不同的 assignment， 不给你们不同的 exposure， 啊，这些 critical 的这些通常都是 customer 问的问题，好像我们今天成立公司，即使要 senior， 当然我一看到你们也是答案，我都不懂要讲对吧？最基础，你能告诉我哪个 section？ 是吧？虽然我懂你们是 Google Search 啊，最基础啊，本来上礼拜我们是问什么问题啊？我忘记了，问什么？买车啊，我跟你们讲嘛，对吧？你要看哪个？最主要 ，what's the key issues？ What's the relevant answers？ 对吗？你要告诉我，对吗？你要 what's your opinion？ 你要告诉我，那玩一下啊，可以说的。其实我们已经走了很多年了，真的，这些 topic 都是我们已经熟到不能再熟了。所以通常我们都是给新人玩嘛。对啊，会有新的东西啦。这个拜我会跟你们讲，这个拜新的东西啊，你们就会向往一个新的玩意啊。okay， so challenge 没有 challenge， 就刚刚那个有没了？没有了，哦。OK. So, what's the difference? 打从你第一天进来，跟你差不多 come to the end of our internship， 有什么改变吗？有什么改变啊？还是一样瘦。有感觉整个人比较成熟一点哦。这种话你敢讲出来啊？小妹妹听得进去吗？哎呦，就说一点点的，一点点，一点点的，没有像那种中学生那样的。你就是比较，就至少比较漂亮一点点。哇！问人家问题会变少啊，因为你已经问过嘛，那你就会记住那些东西要讲做讲做这样子，然后就不用一直问，就最大的差别是这边啊。你啊？最大的差别是多了几个朋友。多了几个朋友，好朋友啦，可以讲心事的朋友啦，就可以聊天一起玩的。哦，谁啊 ？Casey 啊，伊翁他们。Casey 也是蛮 talkative 的啦。啊，对啊，对。你啊？差别应该就是像他这样讲了，就也不是成熟一点，应该是独立一点点，就是不会有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就第一时间想要先去问人先，可能是自己做着研究一下，因为其实你也是有掌握一点点的经验了啦，所以就可以自己尝试去 try 先，然后真的不行，然后才去问人。我补充一下啊，最主要还是我们的文化 culture。So， 第一，我们这边我已经讲过了，老板不给你直接答案。我的 manager， 我的 AM 也不会给你直接答案。通常接到他们指点你走这条路，看哪一本书啊，对吗？对吧？所以很多时候就变成
前一到问题就问人，到现在可能最少因为找资料啊，自己做决定，对与错我不谈钱了啊，专不专业也不谈那些东西了，最少你们懂那个步骤怎样去找资料了，就不一样了，对吧？当然啊，也不要一是一个成长过程，好，对吧？对对对，嗯，是吧？你啊，是啊，找好找到知己朋友啊，对吧？说啊。一到十了 ，How you evaluate yourself? Internship, KTP or THK? 一到十，满意度最好是什么？嗯，我的话应该是刚刚讲七到八吧，哦，七到八很好哦，又过关了，我们七十多到八十多的，很好了，哎呀，就满意了，哎，你啊？我觉得差不多六七分这样，就有及格，可是还是可以进步了，就是可以做到。比方。就还是一样哦，就是如果人家问你问题，你可以不可以解决这样子？一开始至少是不能啊，然后现在就至少有进步。没有，我的问题是，你对我们公司评估。哦、OK， 这样那个我收回，六七分收回。OK， 这样啊，这样至少都有八九分吧。哇哈，那么这样高呢？我感觉每个人都很厉害，就是我一问他们东西，啊、他们就懂哦，这个要这样，就是不会 blue blue 这样哈，是什么问题又再问第三个人，这样子是不会呀、啊。那你没问过我吗？因为你什么？你、啊？九分，怎么、嗯？因为找到好几个知己朋友可以。找到朋友的话，我感觉 manager 很厉害，我的 manager。Carolina。啊，就是个神。对 ，Carolina。凯伦，你在吗？On leave 吗？我等下跟他讲一下。等下我录起来，录起来，送给他。等下我听。等下。等下，凯。等下，我录起来先。OK。你的肺腑之言给。来讲。讲什么？讲。谁是你的 manager？ Carol 啊，然后你对他评估是一分到十分。9.5。9.5啦，所以听刚才你所讲的，不当他是神了，是吧？对，他就是一个神，什么都会，很厉害。什么都会啊。对。然后他有帮你吗？有啊，他帮我都是比较多啊，就是会教我很多东西。哦。然后还有讲什么？要讲什么啊？要讲什么？谢谢他，什么之类吗？想念他的笑声。OK， 好，这样等一下我就send出去了。好。我现在就send出去，好吗？真的是，等下我就一忙起来我就啊 ，Caroline 啊，等下就来找我。他就这样，我删了，删去我们的大哥。删去我们的大哥。全部人都知道，全都是损料。哦，对啊，等下。Your secret。Secret admirer. Secret 讲什么 ？S C R E S E C R E T S E E 哦啊 E T admirer 哦 ，OK， 删掉，搞定。OK， 来，什么东西要补充啊？什么要补充啊？如果是问我的话，真的就 KTP 是可以八九分的，因为他们自己的 culture 是属于那种比较，可以开放讲的，因为我们有那个什么 body system 嘛，就是如果你有什么 body system 可以开放讲， body 就是感恩啊，那就可以感恩人家，所以你自己有什么想要跟人家讲啊，然后可是你嘴巴又讲不出。你面对面讲不出来、哎、讲了吗？看到对凯伦，我还先出去了。面对面了。哇，我还先出去 WhatsApp 了，然后录起来，然后你打成文字，然后放在你的 body system。对。所以，这个 culture 我是觉得我是很喜欢的啦。是啊，跟你同，会不好意思啊，会叫你们的 junior 过来 KTP 吗？嗯，我先讲。啊嗯，会，真的会，因为讲真，因为这里的话其实很少，因为如果问我其他 intern 的朋友啊，他们通常要么就是做 OD， 要么就是 account， 要么就是 DEX， 就是很少会有 chamber 这样的，所以就
我是觉得这里的话可以做 audit， 然后你可以学到点 text， 然后我是觉得蛮推荐的啦，然后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就我们 audit 和 text 一起做啊？嗯，对。怎么？怎么？因为自己负责这个 case 的话，你可以自己也比较了解到这个公司啊，它的整个 process 啊，所以你一起做的话，自己对它也比较了解，也比较efficient 点哦。是吗？我有讲过这句吗？没有啦，我最主要是，一来你们来没学东西，年轻人，从年轻人 ，don't be so specialized in one areas， 你们要接触不同的，所以我就鼓励你们，我这边 text 一起学习，对吧？你呀、我的话，看啊，如果还要来酒后做的话，我会建议。哦，是吗？好像讲到勉强，但是强迫你踢球了。来，你啊。就像他们讲的这样，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之外，我觉得就是也是有举办很多活动哦。然后就不是每个人讲恐惧太多活动了。可是我都有参加，是没有看过。啊，不是有人恐惧哇，太多活动 ，KTP 太多活动了啊。就每个人立场不一样，我的立场我是 OK 啦，这种活动。会建议他来，可是我好像没有经验。怎么这么多妹妹？因为那个学校他们很少人会读考定。哦。因为我的经验也是就一个，我认识的就一个。就是一个 lecturer 教你们，这样不是？哦。然后我这个 section 就比较多，有四个，包括我，很少人会去读考定。真好吗？就一对四哎，一个 lecturer 对四个哎。像中国人选在那边读，因为姐姐在那边读嘛，就跟着一起去哦。你也没有理想的学校想要去读。嗯，就没想过 KL 啊什么之类的。太远了。妈妈不肯啊。不想去。明白明白明白。活动啊，我们下个礼拜好像有活动，没听到没讲。听你讲啊。啊？他们是谁？我好像要骑脚车。哦，我懂了，我懂了。不是不是不是，进入懂了。我们跟一起美女一起跳。好吧好吧。OK。说啊，还有什么东西想跟我讲吗？来讲，有什么东西要跟我讲吗？有什么东西要敢讲，跟 Mr. Koh 讲吗？不要反击我了，不要反击我，来讲。这样说，Mr. Koh 是我的神。你是很厉害嘛？就有什么自己有自己的 opinion 这样子，然后也是有那种可以 support 你的 opinion 这样，我是真的觉得很厉害啊。我是想成为这样的人啊，但是可不可以就不懂了、啊。也是也是也是，没错，一样啊，没错，真的也是要去 upper level 了嘛。你、就是、不用赞我，不用赞我，有什么东西要讲我 ？OK， 这样我自己讲的话，就希望自己进步哦，像就是至少不要像现在这样笨笨这样。哦，这样厉害了吧？没有啊，要进步，我讲要继续进步。So 你有什么要跟我讲吗？要跟 Mr. 讲了什么 ？Caroline 已经讲了嘛，对吧、Mr. 就一起玩，一起玩，一起玩。好了好了好了，所以我们今天差不多也讲了转四十分钟，有四十分钟啊，应该是差不多了啊。所以啊，有什么东西要跟你的 lecturer 讲吗 ？This is my testimony， 对吧 ？Please give me first class， give me highest GPA， for my first class honor， OK。OK,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So, 希望你们前程锦绣。OK, 好 ，See you,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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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吗？